姑娘，姑娘，点啊，咪咪姐，有咩帮到你啊？我想问下呢，嗰边嗰位女士啊，入咗我哋呢个欢乐中心老人院咁耐，病情好似一日比一日严重咁嘅。边位啊？你一个人坐住喺张床，望住角落头嗰度，好似谂紧好多嘢嗰个啊。哦，佢叫花姐。其实就冇乜嘢嘅，只系有啲嘢记得又唔记得咁啫。之前都听过下佢提过佢以前嘅嘢嘅。搞掂，食得饭啦，妹头。吓，阿哥呢？叫佢出嚟食饭啦。哦，阿哥，阿哥啊，食饭啦。乜又系荷包蛋同午餐肉噶咋？妈子啊，我要食炸鸡髀啊！阿哥，呢、這个午餐肉都几好食下噶，你试下睇啊。我唔要啊。白就。家俊，乖啦，下次阿妈先至煮俾你食啦。因为屋企有好多电火水嘅嘢要交，所以冇去买鸡髀，求其食住先啦。咩事啊，细哥？今日咁早收铺啊？系啊，今日早啲收，特登嚟揾你嘅。系咪家俊喺你间杂货铺又乱乱攞嘢食啊？攞咗啲乜嘢？几多钱？我俾翻你。我唔系咁嘅意思，钱我肯定会收。好似之前咁样，攞咗一梳蕉、两支荷兰水，我都系开张单同你收。但系今次唔同，佢带埋几个朋友嚟我间杂货铺任攞。攞亲都唔少钱嘅，所以我话声俾你听啫。到时你又无端端俾咗咁多钱，我真系好戥你唔抵咯。好啦，水哥，下次唔好俾佢攞咯。我系咁意同你讲下啫。水哥，我俾埋啲尾数你啦。好，咁唔该晒你先啦。真系啊，有时你都要话下你嘅仔啊。好啦好啦，再见。再见。常听说世界爱没长久，哪里会有爱无尽头？沉着的爱只在乎曾拥有，一刻灿烂便要走。谁人受困苦悲，悬挂在木头？至高的爱尽见于慈全的手，汗血在流，反映爱没保留。始终不死的爱，到万世不休。唯求奉上生命，全归主所有。
将一切尽献于我主的手。我已决定今生再没所求，唯望得主称赞已足够。好了，咪咪姐，不跟你谈了，我还有其他事做啊，不要再八卦人家的事了，就这样吧。哎，花姐啊，昨天我见到你个仔在我间杂货铺偷嘢，你真系要好好地教下你个仔，怕佢将来会学坏嘢。水哥，求下你啊，俾个机会佢啊，千祈唔好报警啊！自细佢老豆就唔喺佢身边，而我就顾住做工。没乜时间教导到佢，你放心，我会翻去同佢好好地倾下噶啦。家俊，你过嚟，点解你咁大胆啊？学人偷嘢啊？人哋可以拉你噶，你知嘛？讲你又唔听。系啊，我系偷嘅，鬼叫你咁对我啊吓！阿妈点对你啊？阿妈话你都系为你好噶咋？阿妈成日都有教过你哋，偷嘢系唔啱嘅，你就当阿妈耳边风。唉。真系生个叉烧好过生你啊！你一路嚟啊，都系睇我唔顺眼噶啦，你估我唔知咩？阿哥，你做咩啊？你做咩执晒行李啊？阿妈，阿哥要执嘢走啊！由得佢走。开头啊，有冇阿哥嘅消息啊？冇啊，都咁多年咗啦，唔知系咪仲捞紧阿妈咧？阿妈唔使担心啦，阿哥识谂噶啦，佢会翻嚟嘅。开头，阿妈有嘢要同你讲啊，阿妈要入老人院啊。阿妈，你做咩讲埋啲咁嘅嘢啊？开头。你大个女啦，将来你都要嫁人噶嘛，好多嘢都唔方便嘅。妈，唔使讲啦，妹头，我决定咗啦。
为我买了你最喜欢吃的钵仔糕啊。你看看面上还有很多粒红豆的。嗱，我为你啊。鸡髀。阿妈，你还挂住阿哥啊？家在。你不用担心他啦。之前我跟他联络过了的啦。他说他一有时间就要回来的啦。放心啦。家在。阿妈啊。鸡髀。妈，阿哥，妹头，阿妈佢，阿妈有病，喺你走咗几年后，开始有啲嘢唔记得咗啦。点解你唔翻嚟啊？阿妈系我哋噶，你知唔知阿妈几挂住你啊？对唔住啊，每日夜夜都唔瞓，喺门口等你翻嚟啊！你冇翻嚟啊，系你冇翻啊！对唔住啊！有一次阿妈仲以为你翻咗嚟，嗌我叫你出嚟食饭啊，点知你系冇喺噶？阿妈真系好伤心，好伤心啊！次次怪责自己激走你啊！妈，对唔住，我冇好好地听你嘅说话，对唔住。对不住啊，当初如果听你的说话，我不用搞到今时今日的，我真的很后悔，真的很后悔，做错很多事，被警察捉了，所以这十几年来，我的日子就在监狱度过。当初如果听你的教训，我就不会搞成这样，我真的很后悔的。妈，妈，这个录音机里面有个录音带，是之前阿妈录低的，你见得闲就开来听，是阿妈挂住你想跟你讲的东西。家俊，你在哪里啊？阿妈有很多事想跟你说。阿妈老了，开始有些事不是那么记得回，有试过不认得路回家，我真的很害怕，很害怕有一天不认得你。家俊，阿妈不知道你在哪里，阿妈真的很挂着你的，我知道你还在生气，阿妈阿妈一直没有机会跟你说声对不住，趁阿妈还记得回事，阿妈跟你说声对不住，对不住啊，对不住啊，家俊，你由四到大，阿妈都没有给好日子你过，阿爸又离开得早，阿妈又不懂得怎么教你，阿妈真的没用啊，又不懂字，不懂写信，所以录低起上你，希望有一天你一病大，你会听到。对不住，谁人受痛过你悬挂在我头，妈，对不住，至高的爱尽见于迟钝的手，寒气在流，反映爱没保留，
始终不死的爱到万世不休，为求奉上生命全归主所有，要将一切尽献于我主的手，我已决定今生再无所求，唯望得主称赞已足够。